老弟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规划我的未来。你不就在等游戏开始吗？扯啥呀？就你这样，还会有未来吗？我有，我的未来就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电竞选手。今年一过就是第六年了，六年你依然还是白银，现实点吧。你可以不尊重我的梦想，但是请你不要打我的脸。老妈，你不是说老弟玩游戏只能玩到十点吗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好好休息，让我来。放开！放开！大爷，你大大爷，你放开呀！老爸，你知道老弟的梦想是做一名职业电竞选手吗？知道。那你的梦想呢？我的梦想比你弟现实多了。我觉得梦想要在能力范围之内，要有自知之明，像你弟那样就是凭空想象。所以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的教练，带你一直干。就你还当教练啊？你连放大你都不给你当教练。老妈，老爸以前跟你说过他的梦想吗？说过，你爸说将来要带我周游世界。他的梦想已经变了，做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的教练。游戏怎么好玩的？天天就只玩，睡觉。放心，孩子我已经教育好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。你再敢玩游戏！早晚我叫你。